我们现在打的是峡谷排名第二的上单，还是第三？好吧，排名第三的上单。在推线抢六，不追加血，我这把没压住他呀，我好难受啊。起内，我一没教他好像急了。耗了，真没打到真实障碍。本来想拿狼人跟你们混一混的，结果非他妈要让我玩色提斯。咋跟你们说呢，我他妈狼人胜率真没色提高，别搬了，就想混分不想 C 的时候挺紧张的，没意思没意思。这把出血手，不是这把出这个巨酒，因为我可能会出这个，我这把出这个黑切，然后可能会出这个巨酒。你又死了，改名了。哎，他什么意思啊，他一个辅助过来找我干啥，你别装啊。哎，我好怕，我好怕，救我救我救我，你妈了个逼。啊，吓死我了。啊，好怕好怕。咋跟你们说我是虎牙第一万豪，就是不信。
装一波，你咋跟我装？救我呀！救我呀！如果你出G9的话，有的时候就像你一拉到人，你是只能锤他两拳的。如果你是 Q 接近别人，然后一拉到人接近他两拳的话，你可以用G9来重置右拳，打出最高的爆发。所以G9在打团的时候还是有些许用处的。对面四个女人，所以输了。你们这边男人多点，我操，好开，兄弟，哈哈，好开，你把哥们搞晕了。拉到没有韧性的人的时候，你是可以打两拳接大招的。正常情况下就直接左重拳右重拳，然后接 Q 重置两拳，然后再接G9，这样是最高的打桩连招，用大招免疫他这个昏睡，因为已经失误了，两袖清风了，那就只能再炫个技，知道吧？不然挺没面的。阿火还没懂啊，我这 ID 叫狼王沃里克的原因就是防止别人搬色题啊，他不懂呢，没有慧根啊啊！我的目的就是防别人搬色题，没闪现打不了他俩，不打。真凶也是打射手不太行，真凶打射手的时候反而是人越多越行，因为你有更高几率去蹭到凯旋，他大招有一个非常大的砸伤范围。然后只要你大招入场入得好，然后你就只要队友打死一个人，你就能吃到凯旋。所以他其实是擅长一打多，而不擅长一个人打下路两个。但是你说对面下路两个都在我这里站着，你们团怎么打？这里有个眼，去把那十五块赚了。哎，十五块呢？找个金眼，但这波排不了。他比较擅长打团的时候，一个人在对面已经交过一轮技能的时候冲阵。